我现在出生念阿弥陀佛，念不出来，但是啊，念无量寿经就可以。这样如不如法？可以往生吗？可以。念无量寿佛跟念阿弥陀佛是一个意思，啊，阿弥陀佛是梵语、梵音，啊，它的意思就是无量寿佛，啊，所以念无量寿佛一样，啊，这个就是。你的缘分跟别人不相同，啊，你叙事跟无量寿佛有缘，跟阿弥陀佛没有缘，是吧？你不知道啊，阿弥陀佛跟无量寿佛是一个人，不是两个人，是吧？所以换个名字你就欢喜了，可以，啊，一心求往生，啊，可是求往生一定要先学做个好人。你看经上常讲的善男子善女人，如果你不是善男子善女人，你念佛念经只能够跟佛菩萨结个善缘，这一生不能往生，啊，你要问为什么？极乐世界都是上善之人，我们到那不善去的时候就把人家搞乱了，那怎么可以呢？啊，你不把人家道场搞得乱七八糟的，所以这人家不欢迎你啊，你自己必定要修到上善，啊，你要知道上品善在我们这个世间是升天，啊，升欲界天，升天，哎，你要有升天那种善，你才可以到极乐世界，啊，所以你一定要修十善业道。